这猪肝切好之后，放在太阳下面这，晒到这个表皮这，像这样子的，看到没有？它的针它就不容易出来啊。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猪肝怎么穿的啊？这样拿着一块猪肝这，拿着一块猪肝，从中这。 推过去，这头推，拉，这，然后啊，晚上9点钟看我精彩户外直播，收地针啊，咱们搞甲鱼啊。 好了。